本刚刚呢，示威者是已经看得出来是已经要散场了，但是由于现场的民众仍然是不断的在现场叫嚣，所以警方原本要撤退，可是他们突然又重新的回来了。香港31号入夜不平静，示威民众聚集旺角街头，大批港警持枪与民众对峙，互不相让，冲突一触即发。警方的搜证人员来到现场，反拍这些示威叫嚣的民众。好，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个今天晚上香港的街头真的是情绪非常的紧绷。香港反送中全球关注，三立特派团队从31号白天一路随着游行队伍，顶着滂沱大雨，密切传达港民诉求，持续的一直走到这个礼宾府前面来对他们港府表达他们的所谓的五大诉求，同时呢一直呼喊着口号“香港加油”以及“警察还眼”。示威活动正式跨入9月，1号瘫痪机场行动再起，三立特派记者也亲身感受现场紧张氛围。而我们在进来的时候也非常经过了这个严密的审查，而且还被有叫去问话，贴身记录机场冲突最新讯息，及时掌握。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全副武装，都包括蒙面，穿着黑衣。但是现在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台湾的侨生也来，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来到香港来挺这个反送中的抗争。反送中19站进入第13周，三立特派团队周周密切关注，第一时间挺进前线，全程记录香港争取自由民主。三立新闻魏文元、葛子刚、许绍珍香港报道。